校，那个是大汉毕业，是不袂拢有，所以因当时的三十六以内啊，办到了到三十七以后，你才拢有。日本人常常计较这一个，啊，都会叫不是洋客人，啊，都会蛮严。所以这个中间到三十七以内中间，啊，何老大家分过，啊，王可茂记得有。马祖人就去家里，啊，孙克阳就去台南上班。所以这三个中间人，你怎会使讲对台南啊，初期的开道贡献就是大啊？因为这王元茂，我真难讲，伊离婚条件很棒的，好、哦，那个王元罗，伊就是离婚条件干起来大，啊，伊愿意去做咯，啊，伊。我有工台台台，咱咧台南叫做啊，当传递上个传统，还活得多啦。啊，以后则对河南个人民代表，啊，去香港去代表台湾，还活得多。啊，可惜这人啊，活得比较笨。啊，这个我们讲，啊，以前在台湾来讲，哇，四季多。啊，一气呵贵。啊，所以去多一个华南人，就先丢啊，一秒啊，变三十来。这丢这个意思，伊新加坡的同时啊，伊就是，你知道吗？伊故事来啊，叫金本虎啊，就针对日本军机新加坡。啊，你后头看到伊，甲伊偷偷走来点解？新加坡做军机，啊，最后就来。一阵三十万亿，就得了了。啊，现在就伊去看嘞。啊，这个环境我唔知安怎样。啊，所介绍，啊，所导游咯。哎，这细桥啊，这大个的五水桥。啊，五水桥这大个就平常都较少会行过来。啊，导游，最可贵文明一代就是这个开始会去。哦，所以诶，这个我想讲，你台湾哦，贡献真大。啊，佮我原来真切，啊，咱真切，啊，三十八岁时间，我说伊台湾迄个机关叫啥？爱管一摆个，就是叫王元茂。啊，这王元茂是咱河南的土，直接的土。啊，为了这个代志吼，这个出口发生是民国三十八年，到二十多啊。迄阵我到黄金矿那个年代中，自由路，伫一间迄个缝衣机，老家缝衣机迄个大太太开个老店上过两摆。啊，我伫遐已经办到伫遐啊，办一阵。哎，到二十多已经。好大的，就搞一个三大个。啊，晚上去了，困也困了。咱这个日式这个书哦，拢榻榻米嘛，啊，有迄个俄式的，你大概知影？我啊，讲俄式啦，我啊会使困，我也使困着。啊，伊内底个看法，我真多时候我都会困。啊，半夜四点半的，啊，在我妈在地上。啊，我九月十五出去晒，啊，恁河南九月十五在去台中。哦，我昨天哎呦，就是，就是。啊，出去啊，你半夜的，你真，你半夜的转去。